五、这个魔术有没有成功，就从他们的尖叫声就会知道了。现在，请你向后转，怎么样啊？出现了，怎么样啊？我现在开始有一点恐惧，你有点冒汗喽，滴了两滴汗下来，有吓到吗？吓到，让我们欢迎宋茜。宋茜，为什么今天要变这个魔术？听说是有一个由来的。是这样，之前韩国有电视节目请我去演出，是，然后已经邀请我两年，我都没有去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们最后邀请我的时候，他说你喜欢宋茜吗？我说我喜欢啊，宋茜会跟你一起上节目，我就当场就答应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去到那边呢，录影现场找不到宋茜，没有，因为叫 Victoria 嘛，对 ，Victoria 没有 Victoria， 然后有一个中年的阿姨跑出来说，我的英文名叫 Victoria。最后呢，那个阿姨有。阿姨，对对，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交集，啊，我一整天心情都不太好。哎呀，那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呢？啊，今天心情好极了，哇，还是深圳卫视靠谱啊！开玩笑，说来就来。而且呢，今天呢，听说呢，他也从韩国带来的礼物给你。对，其实之前就是你去韩国做节目的时候，我其实在电视上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对，也是很想跟你见面，是，谢谢，见面礼，好重哦。很重吗？应该是人参吧。不是，应该是泡菜做成的项链。对，看一下。哦，可以，太 sweet， 不能公开吗？太 sweet， 我瞄一下，太 sweet。哎呦，你好可爱哟！是，你送这个送真好哎，好讨厌，哎，人家都送了，你男生要表示一下吧。上菜，看到一个，来。这个是代表浪漫的蜡烛啊！哎，欧弟看见了，好，看到蜡烛当然是有冲动去点燃它了，点着了，好的，气氛开始神秘了，有没有？有，好，首先要用到的呢是这个东西，大家安静一点，安静一点。对，能亲个吻痕送给我吗？哇！哦，当魔术师多好，真的，你教我。手上默契，不有。OK， 好，有点淡，再加深一点。有点淡，还是我这边有一点，我来亲一下。你等一下，你千万不要。我不好意思哦。好了。这个呢，看出来有点油分，靠近一点。你说宋茜的油吗？一点，靠近，要多近？这么近，差不多这个可以。OK， 我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是。这么香啊！感受到了。哇！哇！初次见面，哇，谢谢啊！掌声鼓励，太神奇了！我跟摄影师这么近，你啊，你没有吓一跳吗？你吓一跳吧，有就点头啊，对，这也能点头啊？吓死我了，我的妈呀！从来没有看过摄影机点头的，要不要看他摇头？摇头吧，哎，对，好，很好，哎。那不够意思嘛，我跟你认识也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又是同一个家乡的，你只送他没送我，怎么可以嘞？你要拿纸吗？我亲一下，对 ，OK， 太好了，哦呀！啊，这个嘴上面的哦，不是，我是那个怕它会掉，所以亲一个。它怎么粘在上面啊？对，我口水比较多。是，谁叫你闻了、啊、你让他闻一下啊，他不想闻。好，
好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个代表什么了。什么？是口红吗？对对对。哦，好像是一个蒜。宋茜，这是什么？大蒜。大概就是这个味道了。今天初次见面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希望你会喜欢。祝你一个美好的2013年。怪怪龙，你懂。韭菜炒打虫，送了我一个大蒜啊！我的他太厉害了，掌声鼓励。还有吗？靠近你，靠近你。OK， 然后开始。好，好。首先呢，当然呢，我们看到一个常常会出现的东西，叫做扑克牌。不，你可以看我没关系。我可以看你吗？ 你早说嘛。好。OK， 正常的扑克牌。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呢很单纯，嗯，请宋茜伸出一只手指头，好，好可爱哟、哦，为什么伸手指头都那么可爱？嗯，碰一张牌，哇，他心情好，碰，随便碰吗？碰一张，碰一张，碰，好，这张牌拿去记住，别让我看到，哦，碰了，别让我看到，怎么样？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没有没有没有 ，OK， 给摄像机看，好，给相机看，给相机看。OK 给我再给你、啊、给我其实我不可能知道是什么牌，对，因为这个牌背后是没有记号的，对，没有记号，完全没有记号，可是正面有哎、欸哦，其实我不是要猜这张牌是什么啦，对，好，我先做个小事情，哦，你把它撕破，来，等一下用到这个东西，好，来，兄弟你帮我拿着，那是笔，好，就这个我撕破就坏了，对，是撕一个这个角下来，嗯， OK，宋茜，你帮我把这个拔下来，拔下来了，拔下来，在他手上。对，好，笔给我，好，笔是要签名用的，把那个给我。哦，我叫刘谦嘛，是吗？对，您贵姓？刘谦。哦，好，我签刘谦。是，来，宋茜签这个，你签大的，签大一点。签我就可以了。对、不给你啊！好，好了，重点来了，嗯。我签名，他签名。这个魔术重点是要把它拼成一张。对，拼成一张。不，你请你告诉我，不可能，完全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嘛？你疯了吗？不可能嘛 ？Impossible！ 但是其实很多魔术是可以做得到。好，但是重点在于呢，我今天不是这样拼回来，我把它反过来放在这里。嗯，反过来放。反过来，反过来，这样拼就厉害了。嗯、对，来了，来，仔细看，来喽！哎呦！各位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什么？宋茜的眼睛张得好大，怎么了？起来了，送给你做纪念。谢谢。而且同时有你的跟他的签名在一起，好神奇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，一张。会变魔术的男生帅不帅？帅。那他变那么精彩的魔术给你看，你要怎么报答他？拥抱一下好了。哦。我好爱我的工作。你应该爱我才对，我帮你瞧的、啊、那我可以给你什么呢？抱我一下。等一下，即将上场的是 FX。 谢谢刘谦，谢谢。